就像老婆久了也想换新老婆一样，不是吧？这个话可能不太能乱说。嗯，刚刚说的话不代表本台立场。我听到我的背后有那个键盘的声音，他叫我要跪键盘。安安是爷，最喜欢爷了。你看这个爷跑得多么耿直，我们能不能永山就靠他了。可惜他不是血祭品，如果他是的话，我们这边效率会更好。我们先升上二阶吧，看能不能利用爷先上二阶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再多吸一点。好，追他，给爷压个板好了。OK， 下个板，他居然都这样躲了。其实如果你带永山蜘蛛的话，你可以。不用刻意去后退减距离，不用担心，你就是直接吸，因为你本身吸就会缓速，你缓速的情况下，你的蜘蛛默默就会跌到，像我现在已经默默的跌到两层了。然后我们刚好看到一个敏敏，太棒了爷，感谢爷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可能要赶快多吸一点，至少我们要赶在三台前亮一下。因为也给我们进度很多，搞不好是可以的。哦，这边有点会跑，跑得有点快。哎、欸，才是他不是明明啊，他不是明明啊，他是那个啦，他是那个逆呀。好啊，你就这样站着给我吸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是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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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可以找下一位了，因为他已经有点变红。再吸可能会有点浪费时间，可以找下一位了。你还在那边过来给我白给吸是不是？你也是，你还炸鸡？OK， 贴近一点再吸，越近慢慢效吸的效率越好。对，所以我们贴近一点吸。安安，你想干嘛？你是想压我板？欢迎欢迎欢迎！来来来来来，哎、欸，没压到，他压板技术也太烂了吧！他就直接下，没在怕的。欢迎啊欢迎啊！你是也想压板？来，你又没压到，哦，你好笨哦！你这样不行啊！好，他已经吸红了，我吸不到他，我差那么一点点，我们就直接吸这个吧。这个应该是野，不是野，这不是野，不能痛，因为他翻窗。哇，那边这边就可惜了，就来不及。不过我们游戏也开始了啦，五台永山应该还可以吧。可以吧，可以吧。哇，亮了好几台，有点可怕。所以我们赶快展示一个，节奏就回来了。好，就这台了。看一下人，感觉他一路往左跑，我们拦截他，过去超车他看看。刚刚他经过旁边，来不及了，可惜。冲啊！跑快点，跑快点！啊，又是这，也是两台，哭啊！不意外啦，刚刚工匠都亮了，所以不太意外。感觉这可以进化了，还不一定，我们还没有斩到人，还都不好说，还都不好说。我们现在要小心斩，反冲，抓去斩啊！下去吧你。这就是所谓的初剑杀吗？好，没事。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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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老的梗。耶、yeah ，不好意思啦，爷，该送你下去了。哎、欸，化妆加速加极速禁闭，哇，
也玩得不错，玩得不错。是，你可能要下去喽。啊，嘴巴那根烟你就继续叼着呗，我用不到了。还是发现好玩，哎、欸，观众懂梗哎、欸，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最喜欢观众懂梗的。好，现在哇，两台不一样的，有可能来不及，有可能啊，努力中努力中。他跑掉了。好啊，来不及，但没办法了。就一定得踹了。如果刚刚那一刀也来不及的话，代表我怎么绕都追不到他。反正剩下一个明明和一个这一位。哦，空地哦，你死定了哦！你只能这个点可以玩哦，这个点 不好哦，我不推荐哦。我不推荐哦。卡里楼梯，是明明啊，不是尼亚，是尼亚。我一直把他叫成明明，他穿的跟明明太像了。好啊，是尼亚是吧？嗯，找地道时间。在哪嘞？我觉得在小屋啦，你们怎么看？哎、欸，哈哈哈哈，游戏结束，施展出局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尼亚拜。尼亚穿这套还蛮好看的、欸，这一套，对，这套还蛮好看的。施展啦，施展啦，轻轻松松。OK， 三红一紫，他们应该没有想到爷白给那么多进度条吧？毛感谢爷。对，这个都还不错啦，说实话。啊，自吸矿井，自吸矿井，对麦麦有一点点伤，一点点而已。好，这边都没人了。这两台如果都没有声音的话，代表都在这一区了。哪尼？你看他在拆图腾，那我赌错了。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嘛，就卡水啊。嘿、欸、嘿，哎、欸，靠他了，靠他了，他肯定没发现到我的存在。我们就这样慢慢的贴近，麦麦还是要靠近一点哦，因为他靠近吸人越快。还是没发现我吗？等一下，啊，他发现了，他发现了，这个人好像也没得吸了吧？啊，没得吸了，没得吸了，贴他中路可以。哦，刚刚那个图腾我应该过去防一下的，太亏了吧？怎么想都亏。这边刚好亮了，我们回防一下。哦，他在对面的，那我们过去吧。吸好吸满，对，吸好吸满，一阶吸到二阶，太开心了。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流派好了，这个流派是他那个蝴蝶结啊，就是我每一次三阶的话，我可以提升40秒的时间，还是45秒，忘记了。反正他的那个蝴蝶结可以让我接近，使用我的能力使用很久。对，可是缺点就是我第一次吸人家的时候，我会吸的特别久，所以我的弱势期就是在。前期就是这么吸很慢的啊，失误了，不讲话。就是前期我一阶到二阶这一段时间会过得非常的痛苦，对。可是呢，前面有人帮我，那个ping真的是好难受，先把它放倒。那个ping真的是我都贴到他后面拉背了，好。因为哦，又出来一个。因为前期我会有吸比较慢的过渡期的关系，所以我刚好遇到了有一个人白给我嘛，所以我现在过得非常舒服。你可以看到我的时间非常长，然后我的这个三阶时间很长，几乎是一分多了。一分多麦麦可以做很多事，像我现在放倒一个挂一个，我再去回防这一台，游戏差不多快结束了。我刚都拍到他的背了，等一下哦，
好像真的快结束了，他们大家都在这。你们有发我？你们有发现我的三阶很久？我捅完这个人，搞不好还可以继续找那一个下一个人。因为我的三阶时间真的特别久。嘿嘿嘿嘿嘿嘿，宰哟，你打吧。好，游戏结束。有没有觉得这个麦麦很强啊？哎、欸，有没有发现我的三阶还在啊？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流派要好玩一点的地方，因为它一个三阶平常只有60秒，它这个可以到90秒甚至100秒嘛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反正它这个持续时间下，你满血同时一个人挂上去之后，再抓一个人再捅都还有机会。这样连续捅着放倒放倒的，然后游戏就结束了，非常的方便啊。可是它有一个很严重、很严重的缺点，那就是它一阶到二阶，甚至升到三阶，这个时间点太长了。所以你要有效利用你，就是有时候偷袭吸个血，然后有时候上刀，有点考验你吸麦麦的那个吸取恶意值的技术。可是如果你控制的好，基本上就像现在这样。如果有一个白给仔给你的话，有一个白给仔在你面前给你满满的能量的话，那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碾压的时候的啦，对不对？好，演戏结束。但感觉没办法上段啊，主要是这一场人类偏白给，可是正常玩法下，你滚着雪球滚一滚，其实还是可以上段的。这一套是跟兔子流麦麦比较不一样的点，这样，然后跟快吸也比较不一样，因为快吸就是想办法吸到99嘛，然后放倒一个人，下次见面再给他一刀，然后再捏着那个他的三阶状态，再找看下一个人。可是这个有个缺点，你吸很快，可是你持久力不够，你有可能找到下一个人还来不及放倒，就这样。我掉断吗？这是掉断还是没掉？刚我们来到老家哎、欸，家，这敏敏超可爱。